那站在贼的角度，会对什么样的目标下手？庄文杰的档案，盗贼世家，他爹也有盗窃的案件。12年前的洛神，庄耀柏盗取了名画洛神。12年过去了，洛神重新出现，咱们又见面了。 把薛莲偷走了，又嫁祸给我，来引我入局。你究竟要干嘛？把我弄到洛神，为什么非要做这么大一个局把你搅进来？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洛神呢？就是他，月神之内，两者之间肯定有什么联系在的。他在利用你，只能申辩。 所有人立刻赶往黑洞！冯杰，冯杰，黑洞！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对吧？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洛神上面有我父亲留下来的秘密，他们就是棋子，背后有一个人在操纵着他们。他们的头就叫先生。 找到先生才有可能查清真相。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无处不在，他很精准地算到每个人在想什么，然后让你不知不觉地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。 爸爸，你太狡猾了，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